我看看，啊啊，疼！亏你还知道疼，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肯定被文光启撕碎了。我也没想到，你没想到的事情多了。琪琪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神探，女侠，我拜托你，以后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动动脑子啊？你刚才的行为真的很危险。 我也知道这办法很蠢，但没别的办法了呀。你呀，只有庄丽娟的气质，没有庄丽娟的脑子。啊！那怎么办啊？我爸妈都要我振作，我总得行动上跟上呀。没运气了，林林奇，你就是个天大的笑话。哎，完了。 我今天早上还对渤海和周心言放了狠话呢。怎么办？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说了。有没有后悔药可以吃？那肯定没有，我傻了。早。早。这谁给我的？我们来的时候就在你桌上了。 宝妮，莫南，这个人看他对我有一定的了解，但好像对我的口味有什么误解。嗯，会不会是上次帮我修好复印机的那个人？ 真是个大好人，等我痊愈翻身，我一定好好报答你。